好的，提前起跑，无手传，好的。中间，哎，投手稍微碰了一下，姜昆宇后面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来得及，好的。对，这游击手要接的话不容易。一个游击滚地球扑下来跑进了，来得及 out， 哇！哇，这棒打出去有机会吧？花界沉浸的 nice play， 重要啊！地球挤出去切了一下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林书义在追花界 nice play。这一球只救了投手一命。在这棒打出去，球弹再接一个，哇！我冲本垒也可以前扑，我防守我也可以前扑。所以你才可以当偶像啊！哦呦，就这个球直接被接到，又是真传身，而且他是直接接杀，哎，哇，在落地之前就把他给接住了。这一球捞起来，在右半边的一个高飞球，三名野手都追过去，最后二垒手辉恒又接杀了这个界外飞球 ，nice play。向攻击要看角落追得到吗？滑接接到了，是接到了，哇，接到了！两坏球只有林子豪锁定直球出棒，打到了左半边，林哲轩跳起来完成了接杀，哇 ，nice catch！ 这一棒打出去，哇，被拦下来，起身传球 ，nice play。这是一个超级美技啊！蒋廖杰夫这棒打一个外野的飞球，还在飞，要再多一点吗？哎呀，还是被接住了，又是天王啊！又是没有冲，又是全垒打强前被接杀，又打得不错。哦呦，这个球啊，到底是有能力在飞啊，还在飞多一点吗？跳起来！超美技呀、啊！